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折一只小狐狸。首先，我们将长方形的这组长边对折，展开，然后将它的角向着外侧的边翻折。另一侧呢，也是同样的方法，向着外侧翻折。好啦，我们沿着折痕将它向下翻折，得到了一个三角形。将这两个角呢，沿着中间的折痕向内部翻折，底部呢向上翻折，外侧的两边向中间的折痕翻折。好，翻到背面，这个角向下翻折，然后这个面沿着它的这条折痕呢向内部翻折，然后将角插入进去。另一侧也是同样的方法，将角插入进去，翻到背面，将这耳朵翻过来，耳朵也是翻过来，翻开。好啦，我们这只小狐狸就折好啦。喜欢我的栏目，请订阅关注我们的淘趣工坊。那么我们明天见喽。